逢周六晚九点七，我哋柴娃娃逢周六晚九点七，讲古味、汤面、戏剧十足，欢乐满屋。十三姨掌掴黄飞鸿，方世玉脚踢雷老虎，梁荫堂单挑上海青红帮。更多武林故事尽在广州综合频道，逢周六晚九点七，岭南英雄传。岭南英雄传，我哋李真爷讲古明讲古啦喂！岭南自古人才辈出，上一回我哋讲到广东十虎嘅王情可，呢一回咧我哋就讲下有虎首之称嘅黄忍林，先嚟睇下英雄文出处。黄忍林生于1860年左右，死于20世纪初期，南海人士，广东十虎之首。自幼喺肇庆庆云寺师从升龙长老，尽得升龙长老狠辣招数嘅真传。后黄忍林北上做保镖，出手更加狠辣实用，晚年有所顿悟，处处与人为善，终被推举为十虎之首。师傅，广东十虎个个武功高强，点解唯独佢系广东十虎之首呢？因为在当年呢，他在海珠区海棠寺就撤雷比武，力压108条好汉。哇，武林中人，不要乱想东西，武林中人从此对他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有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唉，他做十虎之首，你说有没有说服力呢？黄忍林先是拜升龙长老为师，学习呢叫做侠家拳，又将长老的佛家所有的拳法学到透透彻彻，继而在北方又学习了喇嘛拳，那就集几家武功之大成。当时在黄沙，他和黎仁超、苏克虎并称黄沙三杰。黄平他是当年洪熙官藏身庆云寺的时候所收的弟子，尽得洪熙官的五形拳和铁线拳的精华。之所以他自己不去教功夫，他是觉得父子传道就瞎苦闹，不过他仲系有将呢个铁线拳咧留翻俾个仔嘅。哇，系师傅吓，咁啊照你咁讲，连黄平啲波士级嘅人马都睇得上眼嘅，呢个升龙长老都不是一般人物噃。升龙长老嘅功夫咧，的而且确啊高深莫测。嗱，据《少林拳术图谱》记载，当时咧江湖几大武林高手揾佢过招，全部都不是他对手。哇，咁有咩咁巴闭呢？星龙长老，敢问你武功高强，侠家拳未逢敌手，我哋四人得嚟领教领教。听声阳光有力，定必是后生可畏的铁子谭济军。晚辈得罪啦。认输啦！等我铁桥手啊，铁桥手，领教下你嘅功夫啦！好，等我三支圣手谭文会一会你。黄平师傅，你放马过来啦！耶！估唔到今日我哋四人车轮战，居然冇一个人可以伤到升龙长老半分，唔通我真系打得过你哋咩？比武点到即止，如果真系打，我气力不足啦。我哋四人就此告辞。
得见长老高招，大开眼界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王师傅，你但说无妨。星龙长老，我有个仔叫忍林，佢三岁扎马，五岁开拳，天资聪慧，长老你武功高强，我想你收佢为徒，好等佢有朝一日有更高嘅成就。武林名家之后，尚且能拜我为师，我岂能拒人千里之外？嗱，王忍林系咁嘅，佢咧就入咗呢个庆云寺拜师学艺啊，一学就七年，学有所成之后就落山翻屋企照顾佢老豆王平，可惜过咗冇几耐啫，王平佢就老病缠身离开咗人世。於是咧，王忍林就決定咧，就係離開廣州呢個傷心地，北上闖蕩江湖啦。據聞佢一去到呢個京津一帶嘅時候咧，哇犀利，就俾呢個衙門咧聘請為呢一級嘅保鏢，日日護送啲大官出行啊。喺北方闖蕩咁多年，據《少林五營拳譜》記載，佢捉拿嘅犯人不下兩三百。由於佢出手好狠，所以咧都惹咗好多仇家嘅。人到中年，佢就厌倦咗打打杀杀嘅江湖生活，咁就翻嚟广州喺黄沙就开武馆授徒。黄沙三杰嘅名号咧，就系呢个时候得噶啦。哇，喺卖海鲜噶？你又想？咁点享法咧，师傅吓？点享法呢？就要从一个人讲起啦。一个人。各位，我曾展雄，一身少林绝学，献丑啦！广场上，曾展雄喺度卖力表演，咁啱柱麻总会司礼胡干路过。兄台，呢位系边个嚟噶？曾展雄师傅，好劲！各位。而家省成立立咁乱，各门各户都请咗啲教头嚟坐镇，而我哋柱麻总会总教头一职咧空缺咗好耐啦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咩心水啊？咁啦咁啦，各位，既然大家都冇咩人选啦，咁我不如讲下我今日嘅所见所闻。胡干将广场所见所闻一番描述，听嘅人个个都以为。曾展雄就是那个最适当的人选。既然胡师你都力战曾展雄师傅的话，我想由曾师傅坐镇的话都挺可靠的。大家以下如何？都不知道，只要就放话啦。听我唔一于咁。好，就等我胡某人行呢一趟。而胡干此行可以讲是马到功成，同曾展雄一拍即合。谁不知今次柱麻总会请阿曾展雄呢，真系请错晒人啊！点解咧，师傅？莫非曾展雄只不过系三脚猫功夫唔使得嘅？咁又唔系咁讲嘅，不过仲衰过水货。一嚟嗰个曾展雄咧，谂住拍个好码头，日日走去嫖赌饮荡吹，到咗出粮嗰日，佢先攋翻嚟攞钱。我都想过啲咁嘅生活啊！食懵你。胡干交代要佢教嗰班手足练功夫，佢一于当冇到，搞到成个总会咧就神憎鬼厌。二来你想送走佢呢，真係捉虫啦。边个埋嚟唔好好侍候佢嘅，俾佢打到口肿面青。咁呢铺真係请神容易送神难啦嘛。冇计啦，鬼叫呢个胡干啊，文人一个，边係识得江湖鬼诈㗎啫，边係识得真功夫啊。见人哋生到咁大隻啊，咁以为呢執到宝啦。后嚟啊，总会嘅人啊听讲阿王忍林呢好打得。於是就找王忍林来顶替曾展雄这个位置。你不得了啦，周师傅我不记得我们啊。王师傅，你今次真的要帮下我哋啊！嗰个曾展雄再咁样落去，我哋嘅会迟早散啊！我哋会长发晒火，话要炒咗我啊！胡师你，唔系我唔想帮你，之但系如果我坐咗曾师傅个位，就等于打烂佢饭碗。同行之间，我冇理由咁做噶。王师傅，你咁样只系睇住我去死啫！
嗰、那个曾展雄霸晒我哋嘅职权嚟敛财，边个唔服佢，佢就打边个。我哋真系冇晒办法啦，你帮下我哋啦。黄师傅，帮我求你啊！哎，胡师你，请你，请你。唉，真系要帮我今次。与其等啲咁嘅人称王称霸，王忍林一谂，于是就应承咗胡干出任教头一职。夠膽落我面，我就要睇下呢個黃忍林究竟有咩本事，敢同我爭。師傅請。哼，你就講乜嘢黃沙三傑黃忍林？我呸！搶人飯碗又如殺人父母，你都配做三傑？曾師傅，過譽啦，呢啲都係江湖朋友俾面。王某实不敢当，讲咁多做咩啊？我打赢，我继续做我嘅教头，你有几远拦几远。招招专打要害，睇嚟今日分嘅胜负都好难收货。攞过嚟！预咗你出呢招啦！系曾师傅，你嘅伤啱啱先好翻，咁急赶住去边度？今次比武你断我四指，呢、這个仇我一世都会记得。十年之后，我一定会翻嚟报呢个仇。唔讲各位可能唔知道，柱麻系当时啊广州嘅六大行业之一。因为西江一带咧就盛产柱麻嘅，而黄沙交通便捷就成为一个集散地啊。單是呢個黃山呢邊就有二十幾間咧，就呢個商户做柱麻生意，哇！呢個喺當時真係相當之可觀嘅。所以呢，柱麻總會啲教頭係相當之游水嘅一個單位，係嘛？哎呀，曾展雄死都要霸住個屎坑啦，係嘛？各位又明點解啦嘛，係嘛？不過當佢上位嘅時候咧，都經已57歲啦。好彩，黃忍林高徒眾多，無論武館授徒，亦或係總會啊、體館啊。都交晒俾啲徒弟去打理噶噃，佢自己咧就活得相當之逍遙。不過喺60歲嗰年啊，咦？點解你咁黑嘅？
阿宇，我乜都睇唔到啊！师傅，你做咩啊？我睇唔到嘢。黄师傅，恕我直言，你对眼已经彻底失明，若石无灵。阿宇，送大姑出去。系，大姑呢边请。这个时候的黄隐林年岁已经很大，又忽然间双目失明。他阿爸做什么啊？他盲的。我一生相人无数，想必都惹下不少仇家。如果他们趁我这个时候来寻仇的话，那我真是凶多吉少。他回想一生江湖岁月，血雨腥风都未曾惊过，但是这一刻心头涌起了胆忧，令他的身体不由得微微震动。快啲帮我揾铁线拳好，钱宝哥，我帮你攞啊！喺度啊，师傅，你都睇唔到嘢啦，仲攞拳宝做咩啊？要重新练拳。从此，黄隐林咧日日就必修铁线拳，锻炼桥手同埋气魄。嗱，更加绝嘅就系咧。他覺得自己以後根本就冇辦法用兵器，咁既然自己留有一條長鞭，咁點解唔可以將條鞭當做兵器呢？哇！長鞭攞嚟做兵器，邊度啊，師傅？一般人嘅頭髮咧，當然就冇咩攻擊力嘅。不過黃隱林日日就將條鞭咧攞嚟啊陀青陀，又攞條鞭咧揈嚟揈去，深到邊度條鞭就指到邊度。哇！鍛鍊堅韌同埋靈活。哇！好勁嘅一條鞭啊！我都想有一條咁嘅鞭啊！哇！即我意思是话咧，就盲咗都咁有恒心，睇嚟佢好多仇家啦。其实坊间咧，关于黄隐林点解无端端失踪名咧，就是一种讲法嘅，同佢同曾展雄嘅对话咧就不谋而合。坊间认为啊，呢个黄隐林咧出手就太重太狠，伤人太多，以至于得到报应。咁當然，你都可以話咧，呢種係一種迷信嘅講法。不過點樣都好啦嚇，阿爺教落，凡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啊嘛。而家黃隱林係嘛，連見都見唔到咯。師傅，出面有個自稱六指頭陀嘅人嚟揾你喎。六指頭陀。边个嚟？请佢入嚟啊！黄隐林，你仲记唔记得我啊？你系当年嗰、那个？呢十年我去了河南跟宏忍大师学戒刀，为的就是报十年前犬四子之仇。我师父已经伤到失明了，想报仇就找我吧。正所谓当日之恩今日之果，其实当年犬你四子我都觉得很偶然，你要报仇的我现在人就在这里。
小心睇到啊！十年前我打唔赢你，估唔到十年后你盲咗，我一样打唔赢你。我自尽你都唔成全我。十年前我断你四肢，如今我双目尽失，已是报应，你又何苦纠缠于胜负得失呢？师傅师傅，我要学晒你啲功夫，日后天下无敌。忍耐，胜负得失并唔重要，过分自慢，你将会悔恨终身。教你功夫，反而可能害咗你。啊，师傅，黄忍林嘅故仔咧讲完啦，快啲剑招拆招嚟。啊、我哋黄忍林呢个双刀斩四指嘅呢绝技咧，过目难忘嘅。嗱，要了解双刀咧，你就要了解双刀系点嚟嘅。嗱，以前咧，官府系禁止公然带把刀出街嘅，于是咧，好多武林人士咧就将把刀做得细啲，放喺个绑腿或者喺个腰后，于是就有咗双刀啦。嗱，之前李家拳里边咧系出现过铁尺，啊，铁尺又系咁嚟嘅。哦，系啦，师傅，我听讲北派都系双刀嘅喎，系咪同一回事咧？南北雙刀咧就大大不同啦。北派嘅雙刀咧係以花式為主，而南派咧就係講招式多嘅，講求陰陽刀嚇，好似鐵尺咁樣係可以轉嘅啊！呢個刀法咧詭異多變，攻防兼備。哎，咁如果係我嘅話咧，真係哇分分鐘戒手都少啊嚇！梗係咧就勁啊嚇！好啦，我哋馬上咧見招拆招。九曜罗汉双刀，黄忍林的绝技之一，传自少卿卿云子的星龙长老。当年的十虎之首就是凭借这一套诡异莫测的刀法威震武林。时至今日，双刀已融入多种南派拳法当中。各家各派都有了这种刀，叫包争刀。那为什么这刀叫包争刀呢？是因为呢距离的手争是大概有两三公分，长不得，长会戒到自己。上刀仅比人的前臂略长，适合当时的武师藏于衣袖或者裤脚，因此他的握法、打法和拳法息息相关。这种咁嘅上刀咧，佢就是手的延长线。嗱，点讲咧？佢系嗱正握嘅时候，正握刀啊，圈斩系嘛？佢等于系个手掌，一反握嘅时候，呢啲等于系个拳头，等于个拳头系嘛？啊，争出等于佢争。上刀嘅握法总嘅嚟讲有四种。合一刀握法、正手握法、反手握法，以及正反手阴阳刀。正因为上刀诡异莫测，对敌嘅时候往往可以出奇制胜。都系用呢种方式，一拿一夹。基本上就削手指了，因为它夹住了嘛，一转我用这个手的弯位夹住这个，它的枪抽不到出来，抽不到了，变化不到，这个手再削上去呢，就基本上就已经是放住手指了。所谓一寸短一寸险，双刀必须要埋身才会有威力，这个时候就要配合灵活的步伐。因为双刀咧，佢系唔可以打一啖嘅，一阵你打一啖咧，把刀俾咁，你咁样去咗之后咧，你门户开就已经死咗，或者棍入咗嚟，所以咧，佢必须系好细嘅，好多呢种十字刀分八，即系八字刀，跟住转争刀，呢啲咧全部都系即系管住自己嘅，即系就算未打到人，都要管住自己咪俾人打到先，跟住揾机会啦，先再打人。好功夫啊，好功夫啊，师傅！头先我都讲啦吓，冇呢个双刀一啲都唔容易，尤其是转手嗰下，哇，喺分分钟手指都冇埋啊！真系你就算啦、啊，所以咧吓呢啲咧就叫做台上一分钟就台下十年功。想了解更多双刀嘅话咧，千祈唔好行开。广告翻嚟，我哋继续欣赏。侠家拳
是由广东十虎之首黄隐林所创，而今期的主角星雄长老作为黄隐林的师傅，对他开创合家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他为了纪念星雄长老，是一个云游四海的，当了他一个侠客，这样就称他这种拳，他自己定了下来就叫做合家拳。邓振刚，广州市武术协会合家拳拳会会长，从黄隐林开始到黄景初，再到他父亲邓锦涛，来到邓振刚这一代，是合家拳的第四代传人。就是合家拳呢，他跟现在你的人擂台打擂台自由搏击不差几多的，全部就大拳大脚大开大合。那我们的套路呢叫做侧身穿，如果拳击呢叫做前手刺拳，我们叫揽锤，即是揽着人家这样，我们合家叫做揽锤，那拳击呢叫做勾锤，这些炮仗呢我们叫照镜锤，美人照镜，他就上勾锤。除了近似擂台搏击，合家拳并没有固定的套路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为实战而生，善用惯性力将身体带出去。嗱，佢点样啫？我只手喺度穿上去，一穿上去托起佢，听唔听到啊？呢度咪就推翻出嚟咯。一锤劈过嚟，咁我只手一抬起，一大你推过嚟啊！一退咗之后，嗱，呢下咪可以打出去。但如果对方嘅出拳比较凶猛咧，出拳凶猛就得啦。但系你老真真打佢，你睇下嗱，我已经撕开啦嘛。佢一嗌过嚟，搭到，啊唔一锤就喺度打佢。因为我自己做，如果我做出嚟嘅，咁唔一锤就打你，我一冚打下碎咯。哦，呢个组合啦。遇到唔同嘅情况，合家拳都可以有唔同嘅组合。再配合合家拳特有的训练器械，想要练好它就更加得心应手。一个合家入面的举鼎举起上来练臂力的，这个抛就可以练一个腕力，一个腕力的揸，如果不揸住它就会跌下来的，所以一定要用腕力抽弯上去，这样咬弯住。就它的训练方法就是要用一个练一个桥的硬度，一抽上去飘上去打下来，再练一个爪力打上嚟，一个爪力爪翻住。除了拳法，合家拳仲有佢独特的兵器，名为合家单剑刀。无论是徒手还是器械，合家拳都秉承一个宗旨，就是凡事让三分。要当得起这个合字，一世人不打刺交，最叻。